黄瓜种了正好一个月，然后一次性留了两只瓜，第一个瓜是直的，第二个瓜是弯的，里面的弯瓜特别厉害。为什么出现弯瓜？两个事儿，第一个事儿呢哈，植株比较弱，植株比较弱的时候你只能留一只瓜，然后第二个事儿呢哈，应该用蘸花药往里蘸，它用的拍花，一拍花之后花不均匀啊，就容易出现弯瓜。